妹妹人，久等了。不必躲躲藏藏嘛，本公主今日迎娶的两位美人是不是都在房里呀？两位美人，久等了。是不是很刺激？是不是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事情的经过还要从一个月前讲起。根据量子理论，宇宙是从一个基点不断膨胀，到达极限后会撕裂成多个平行宇宙，不知在哪一天哪一刻便会诞生出一个新的宇宙，新的冬月。不过此刻冬月还是那个冬月，莫连城登基称帝，曲小檀母仪天下的那个冬月。你们两个往那边去找。哦，是。小皇子，小谭，你看看这小皇子把他的作业扔得到处都是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臭木林城，当男人就这么省心？凭什么当女人就得带孩子辅导作业？木林城这个王八蛋，还说什么下辈子叫他来生，这辈子我就后悔跟他生了。当皇帝了不起啊？我还有我的房地产事业呢。玉儿，玉儿。这画的挺好的。月儿，你要是实在不想学，你就去午睡吧。你要是再这样疯呢，过后就要凉了。哼，不学不学就不学。